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3年3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不断提高人才支撑力度，构筑人才发展新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贯彻落实2023年全国两会精神专栏。今天关注吉林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民营经济发展开辟更多空间。吉林省各地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抓手，推动信誉经济发展起好步，积蓄动能开新局。备耕时节，吉林省各地农户给黑土地加营养餐，推广绿色春耕模式，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以下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我省不断提高人才支撑力度，全面落实人才政策3.0版。释放人才创新活力，构筑人才发展新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吉林新篇章。先看一组数据，吉林大学2022届毕业生选择留在吉林省就业的人数达到3108人，占总就业人数的36.2%。这一数据较吉林大学2021届毕业生留省就业人数增长了6.2个百分点。为何众多吉大学子选择留在吉林省就业？这还得从2021年4月8号说起。这一天，省委书记庆俊海来到吉林大学，向广大高校学子发出了“创业有你，就在吉林”的号召和邀请。同年12月29号，庆俊海再次来到吉林大学，做了一场“奋斗有我，就在吉林”创业就业宣讲报告。书记的两次宣讲和诚挚邀请，让广大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的热情越来越高。22岁的湖北小伙石小辉就是其中一位。石小辉是吉林大学2022届毕业生，学的是计算机数字媒体应用技术，目前在吉林省盛创科技担任数据程序员。说起留在吉林的原因，石小辉告诉记者，除了有令他满意的薪资待遇，吉林省产业的强势崛起也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省委书记对人才发展这方面也挺重视的，留在吉林这边的话，对于自己的个人成长规划的话，也是有一些就是很大的发展空间。企业这方面也给自己一个租房补贴、五险一金，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石小辉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养老服务信息的技术公司，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全链条服务，公司也从最初的10几人发展到目前40多人。这两年明显感觉到就是留在本地的人可能越来越多啊，因为每年有个5-6%的这个增长啊，因为这两年本地的营商环境还有这个创业环境也都非常好嘛。让人才留得住，还得让人才扎下根儿。2022年，我省出台人才政策3.0版，围绕完善人才分类评价机制，强化人才生活服务保障，强化人才待遇激励，强化人才管理机制改革，支持用人主体引才育才，激励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等6个方面，制定34项具体措施。有了政策加持，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来到吉林建设吉林。在日本生活了25年的孙庆华于2021年回到国内，入职科大讯飞后担任东北亚研究院常务院长，从事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研究。入职时，他被吉林省认定为 B 类人才，解决了他工作和生活上的很多后顾之忧。我本身呢，就是咱们吉林省出台的一个人才政策，给我吸引来的。这个人才政策呢，都是一些非常实惠的政策，关系到我们这个衣食住行。现在正好是吉林这个发展的一个大好机会，像我们汽车业啊，还有这个卫星啊，养猪养牛啊，还有我们这农业啊，所以这也是我一个回来的一个动力。为了更好地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我省加大职称评价机制体制改革力度，通过立新标、建新规、扩范围、开通道等一系列举措，加大对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的倾斜力度，让广大专业技术人才愿留尽留。围绕国家27个系列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先后制定出台了系列职称评价的文件。去年，我省共评定了950名基层硕博人才，
给予了职称政策激励，共有1000余名分类定级人才得到了享受到职称各个层级的待遇，不断提高人才支撑力度，全力留住人才。2023年，我省将落实好人才政策3.0版，多元化推进落实高层次人才收入倍增计划，完善人才激励政策配套细则，制定汽车、医药等产业专项人才支持政策。叫响创业有你就在吉林，奋斗有我就在吉林，实施吉人回乡工程，高标准建设长春人才创新港，推动人才活力持续迸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吉林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健全包保服务民营企业制度，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开辟更多空间。春天里，吉林省民营企业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把优良环境转化为发展契机，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等一系列硬核技术创新，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坐落在抚松县的吉林省自然王国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销售传来捷报，今年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新研发的拳头产品长白山人参蜜挺进了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正在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抚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是长白山生态资源最具代表性的县份之一，当地牢牢抓住这个资源宝藏，大力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向产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进军。我们采取项目管家模式，在科技创新和产品销售方面提供助力，帮助企业搞好产品研发，让民营企业放心大胆闯事业，一心一意谋发展。党的20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通化市减税降费、金融扶持、政策托举等一系列精准措施，支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多重利好的推动下，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胰岛素、德谷胰岛素已经进入生产前设备调试阶段，产品在胰岛素起效时间、峰值时间、作用持续时间等技术指标上又实现了新突破。我们企业正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新靶点药物研发进程，大力加强生物创新药品研发及转化力度，推动生物医药领域向高端化发展。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吉林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吉林正在开展政策润苗、法治护苗、科技育苗行动，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今年，四平市聚源汉阳板式换热器有限公司的订单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50%。许多订单都来自石油、化工、冶金、新能源等新领域。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他们的换热器产品在承压能力、装机面积、水处理量等方面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能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更大作用。聚源正全力以赴落实和贯彻总书记的要求，积极开发围绕双碳战略和节能减排的板式换热器和板式换热器机组，完成企业的快速发展。我们正在开展引企对接、产需衔接、入规培训等各类服务企业活动，帮助企业盘活资金、开拓市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这个春天里，吉林省民营企业正在把企业发展融入国家需求、人民需要，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机遇，深耕智能制造领域，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在吉林大地更加枝繁叶茂。
今天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中医药大学主办的重温318重要讲话精神，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座谈会在长春中医药大学举行。会议旨在深入学习贯彻2019年3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努力提升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来自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成果培育与推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为进一步提高我省思政课建设质量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分享了东北师范大学在提高教学针对性和亲和力方面的一些做法，使学生能够更进一步地提升思政课的获得感。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我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自己的贡献。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各地坚持项目为王理念，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强化服务意识，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起好步，积蓄动能开新局。在中义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6万吨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项目生产车间，工人们正火力全开忙生产。今年企业预计生产石墨电极3万吨，实现产值7.5亿元。今年采用边建设、边生产、边销售的经营模式，统筹调配公司资源，预计我们今年的产值达到20亿元。依托良好的投资环境及产业发展前景，中义集团吉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建设了总投资70亿元的年产3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和总投资35亿元的年产50万吨新能源电池负极材料配套用特种石墨项目。在项目建设中，以只跑一次为目标，采取帮办、领办、代办等方式，积极帮助企业办理各项审批手续，不断优化服务质量，为项目顺利推进打开绿色通道。柳河县制定了2023年重点项目建设方案，全年计划实施500万元以上项目45个，总投资15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9.38亿元。建立自上而下、从无到有、全方位、全流程的项目建设推进体系，重点关注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积极帮助协调解决，助推项目尽早开工落地。截止目前，共谋划储备项目171个，专项债券项目50个，为全年项目建设起好步、开好局奠定坚实基础。今年蛟河市突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推动蛟河抽水蓄能电站、农特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25个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春季集中开复工，实现投资首季开门红。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目前工程正按计划推进。基建工作主要以通风洞、进场交通洞、上下库连接公路、生产生活营地工程建设为主线，年内计划通风间出线洞完成整体洞身施工，公路路面施工，生产生活营地计划年内完成各建筑物的主体结构施工。蛟河市充分发挥市项目中心作用，对全市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日达产见效，推动蛟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帮助项目解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急难筹办问题，为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奠定了基础。政策足、服务优，带给企业的就是发展的底气和信心。今年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强消费、扩投资，让县域经济振兴发展后劲更足。随着我省各地农户黑土地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给黑土地加营养餐、推广绿色春耕模式已经成为新风尚，增施有机肥、推广梨树模式等一批黑土地保护措施，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连日来，在公主岭市的大田里，伴随着机械的阵阵轰隆，当地企业自主研发的束脚龙式和圆盘式固态肥抛洒机在耕地里撒欢跑。种粮大户刘志和告诉记者，备春耕的第一步就是给土地加餐，
农家肥还田成为首选，既保护了黑土地，还能增产增效。它具体体现在春天的时候苗肥，所谓苗肥就是苗的叶面饱满，苗壮，抗病虫害的能力强。同时呢，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呢，减少化肥使用量，每公顷在200公斤左右，两下呢一减一增核算起来，能增加收入每公顷1500元左右。近几年，公主岭市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循环农业，重点是依托黑土地保护项目和高标准农田的建设项目进行堆沤农家肥还田。全市共明确了200个收集粪污的点位，12家经营主体进行堆沤肥工作，推广绿色春耕。今堆沤还田量啊，可以达到30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近5万亩。近日，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联盟的200多位专家及种粮大户齐聚梨树县，就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的建设做法和成效、农民代地入社应用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调耕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等问题进行交流，谋划整合社会力量，共同推广保护性耕作梨树模式，把黑土地种好、保护好。希望今年能扩大生产面积，把梨树模式向更大面积去推广。今年我们在梨树模式推广工作中，在全面落实推广面积的基础上，要在体质扩面上要形成新的突破。我们在半山区、低洼易落区、还有风沙区、平原区，我们建立了5个万亩方，并作为一个长期观测点。2023年，我省将继续高位推动多措并举，抓实黑土地数量、质量、生态3位一体保护，全力抓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深化战略合作，开展重点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积极推动黑土地保护技术推广提质扩面，力争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3500万亩。今天是第23个全国爱肝日，主题为主动监测、扩大治疗、消除乙肝危害。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爱肝护肝活动，提升群众对肝胆疾病的认知。今天，吉林省肝胆病医院举行义诊活动，患者及家属积极问诊，听取专家讲解。通过此次活动，我们了解了保护肝胆的相关知识，懂得了如何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举行义诊活动，把适合在门诊开展的专科呢，抽选出来8个，提升百姓对肝胆疾病的认知，做到爱肝护肝，让广大的这个肝病患者少走弯路。通化市中心医院开展了爱肝护肝健康同行爱心义诊活动，向公众普及肝病知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义诊活动非常好，是吧？因为你年龄大了，肝胆各个方面吧，这个都有点毛病。老百姓应该树立起爱肝护肝的意识，呼吁广大群众啊，尽早预防，尽早检查，然后注意清淡饮食，早睡早起，多注意锻炼身体。扶余、大安、辉南县等地的学校还开展了全国爱肝日主题班会活动，向学生们讲解了全国爱肝日的由来，提醒学生们要及时接种甲肝、乙肝疫苗，保护健康肝脏。连日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举办“虎豹秘境”中外摄影家采风活动，用镜头记录自然之美，在秘境中探寻虎豹踪迹。采风组先后来到珲春净信湿地龙山湖畔、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珲春官道沟科研检测中心和汪清金仓林场等地，观赏东北原始森林里自然精灵的绰约风姿，了解野生东北虎豹的生活状况，感受别样的自然风光。这几天来到了这个延边地区的珲春，然后去了虎豹公园，看到了这个虎豹的行踪，让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吉林人，看着这个现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是非常的开心。这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得天独厚，将会有更多俄罗斯游客走进公园，与自然融为一体。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3月17号，人民网以开工长春市主城区范围内最大城市更新项目启动为题，聚焦长春市中车宽城历史文化街区项目开工。3月16号，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伴着春雪，候鸟来到镇濑》，
报道了镇濑为候鸟迁徙提供优良生态环境的举措和成果。3月17号，新华社客户端刊发吉林紧抓 RCEP 机遇开拓东盟市场，报道吉林省赴东盟经贸团启程，全力开拓东盟贸易合作空间。同一天，在春耕备耕专栏刊发吉林做好土壤伤情监测准备，助力春耕备耕。文章说，为充分提供春耕备耕服务保障，吉林省伤情监测中心同时在9个市州开展站点检查、设备调试，同时在西部易旱地区进行旱情调查工作。3月17号，新华网开设新专栏《长春高质量发展开新局》，首期推出打造万亿级国际汽车城，看长春战法。3月17号，央广网报道了松原市志愿服务促进中心揭牌成立的消息。今天，经济参考报刊发综合报道，中国汽车出海驶向深蓝，其中关注了长春兴隆海关建立汽车整车出口工作专班，全力支持加快海外市场拓展的消息。助力乡村振兴，大型全媒体栏目《希望的田野》正式登陆即时通客户端和吉林卫视荧屏。希望的田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为指导，以深入宣传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省为重点，全面展现我省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构建，呈现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栏目设置探索式专题、沉浸式体验、微纪录片等多种节目样态，全媒体立体式播出。记者从省贸促会了解到，2023年省贸促会将聚焦1主6双高质量发展战略，围绕全省贸促工作主线，高质量办好第14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高标准谋划博览会期间的经贸论坛活动，搭建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平台，突出办好世界寒地冰雪经济大会、跨国公司吉林行等系列经贸活动，积极组织企业参加第28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第18届马来西亚国际品牌消费品展等境内外知名展会，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打造高质量经贸交流合作平台。3月17号，2022至2023年度吉林省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在长春开赛。赛事为期3天，分设4个年龄组别，共有来自全省41家单位的42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年龄及项目设置对标全国滑冰优系列中小学校际联赛、全国青少年锦标赛、全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青年组比赛，旨在夯实吉林省速滑项目青少年人才队伍，选拔优秀后备人才，输送国家。近日，吉林省气象局结合今年春季天气特点，对我省备春耕给出指导性建议。气象部门表示，从整体上看，目前的气象条件对春耕春播没有不利影响。针对今年春天气温稍高、降水比常年稍少的情况，中西部地区要做好做水种的准备，东部山区可根据实际温度实施早播作业。早春时节，吉林也迎来了众多鸟类回归。近日，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头道站工作人员在头道白河流域观测到了第一批迁徙回归的中华秋沙鸭，它们正在水面上觅食嬉戏。截至目前，已观测到迁徙回来的中华秋沙鸭共12只。中华秋沙鸭属鸟纲雁形目鸭科，号称鸟中活化石，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被视为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指示性物种。1864年首次在中国发现并命名，现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2022年监测数据显示，吉林省观察到的中华秋沙鸭数量达600多只，比2018年观测到的种群数增长了近300只。在松花江松原段，封冻的冰雪逐渐消融，江水裹挟着浮冰向下游缓缓飘去，显现出半江春水、半江寒冰的独特景观。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